名将马援。哇，到站了！哎，今天有什么展览？有东汉名将肖像画展。29，一共有29个呢。29个将军，应该是28个才对呀。喂，静心姐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在说，这里怎么会有29个将军呢？汉光武帝重建东汉之后，把28个功劳最大的人封为名将。哦，是28个。是啊。汉光武帝的儿子汉明帝刘庄还让人把这28个人的肖像画在了南宫的云台上，称为云台28将。啊，这可奇怪了，这里有29个将军呢。那我们来看看是多了哪位将军呢？好主意，我们开始吧。嘿，这个是28名将内的人，这个也是。啊，这儿有一位老将军马援。毛毛，你在看谁呀？你看马援。哇，我找到了。啊，现在我明白了，老将军马援本不在云台的28名将之内，可是呢，他在历史上却是个很有名气的将军，所以啊，现在的画家也就把他列入了汉代名将之列。啊，他有什么特殊的本领吗？这个老将军曾经在年轻时是一位地区的官员，他因同情一批囚犯，所以在押解他们去服役的途中把他们偷偷放跑了。而马援也不做官了，逃到甘肃一个偏僻的地方，以农牧为生。不到几年功夫，马援拥有了成群的牛羊和满仓的谷物，生活得非常富裕。可是他并不满意这种生活，他认为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有远大的志向。于是他又舍弃了富裕的生活，投奔了汉光武帝。到了公元44年秋天，马援已经立下了许多战功，他的年龄也已经62岁了。不久，汉朝的北疆接连受到了匈奴的侵犯，镇守在贵州的汉军打了败仗，汉光武帝十分着急的要派兵去增援。哎，威武将军刘尚已经全军覆没了，有谁能再去那儿呢？皇上，老臣愿带兵前去。哦，是马老将军。马将军，像咱们这样的年纪已经不适合出征打仗了。不，男儿就因为国战死在沙场上，现在匈奴还在侵犯我国领土，我请求皇上让我到前线去，我愿以马革裹尸还葬。啊，真是个了不起的老人家呀。这样，我再派马武和耕叔两位将军和40000人马跟随您出征。是皇上，马援遵命。后来
员到了前线与匈奴作战。不久，这位老将军身患重病，但他始终也没有离开战场，最后病死在军中，实现了他战死疆场、马革裹尸的壮志。啊，这就是名将马援。